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yp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怪舞姐踩百万车顶秀内裤，霓虹灯摇臀晃奶。跳舞姐 come back， 而且这次带来新作品。影片中这名抚摸下体大跳艳舞的，就是上周二在高雄市瑞丰夜市光屁股露毛的跳舞姐。摇头转圈摆臀踏步，随音乐自嗨，毫不在意旁人眼光，情境大胆怪异，纷纷引来路人围观，最后竟拉起裙子啊，摸起来口让民众傻眼，网友拍下影片 po 上网，吸引3000人点阅。没想到才几天，跳舞姐又再度寄养，穿着相同的套白色背心坦花长裙，上周五晚上11点左右爬上她停在民城路的百万 Mini Cooper 车顶，车顶到舞台跳起艳舞，腰裙露出黑色内裤，民众安口越大声，她是跳得越近也越火辣，且这次还带来更 special 更高难度的公式瑜伽动作，并秀出黑色内裤，更不时坐在车顶撩裙露裤，飞吻感谢大家捧场。3分钟后警方到场，跳舞姐马上撩裙掀衣，秀出 bra 和小裤回呛，我有穿内裤内衣，也因为小裤裤护身，所以尺度上就属行动舞蹈艺术家，最后被警方劝阻离开。新舞步被网友 po 上网后，有人说他踩的是自己的车，很有钱。不过这名样人物何许人也，跳舞姐向警方表示，他姓李，约40岁，曾投资股票致富，说跳艳舞只是想运动一下。不过有民众昨天傍晚在屏东看到一名开着 Mini Cooper 的比基尼女子，可能是车上太热了，进车的等红灯时下车对灵车摇臀晃奶，一绿灯马上又跳回车上，那个人开上。民众拍下影片寄给苹果，经记者比对车牌确认，跳舞姐与比基尼女郎所开同一辆车，无误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